你想要知道 YouTuber 的拍摄秘诀吧？ YouTuber 都用些什么器材？ YouTuber 都怎么工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斌彦，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导演系毕业生。我曾经在 NTV7、八度空间还有星洲日报上班，在这些公司上班的日子，我学习到了如何快速的撰稿和剪接影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决定将我学到的知识分享给你们。在这个基础班里，我将会跟你们分享影片的拍摄知识、 YouTube 的赚钱方式以及提高 YouTube 观看的小技巧。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课堂拍摄你的第一支影片和向我发问任何有关影片拍摄的问题。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请留意影片下方的资讯。我们到时见。